是 Costco 的泡菜，我个人觉得还不错，虽然有点大份，反正腌制物嘛，可以冰可能半个月吧，我自己觉得啦。是蛋吗？蛋，荷包蛋。我吃美丽炸酱面。你为什么走路回来踢？为什么不能走路回来踢？我很少看你走路回来踢。我只是没有想到。这是 David 的晚餐，然后这是我明天的便当。